大家好，我是华信投资长哈。那今天大盘呢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哈，开高走高，再创27年的新高，所以我跟各位所讲的，趋势呢，这个地方呢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扭转。你看国庆连假之前，有多少人告诉你说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盘危很危险，因为我们休假4天。国际股市的变化，这个地方没办法控制。但是我已经跟各位讲很清楚，第四季有资金的行情，你变那只看重要，看个股嘛。你看指数好，那创新高，我请问你，你买不对的股票有涨吗？昨天千只股大涨，就讲OTC 的股票，这有人在出货，去给他看看。中美金，哇，这股票安尼又起来了，OTC 呢大涨1%多。所以呢，我说呢，在多头市场你看支撑，你不要看压力。你大概这个所在，你自己在那边预设压力啊，白卡白手。指数这个方向没有改变，只是说你的个股如何去选择。我说你看我节目印证这么久，你看国庆连假之后都是几上强来，各位自己看现行嘛，我们老师这个所在拢乌白讲来，第一阶段有跟你讲无？这个股票咱先42块安尼做到50块，以上了，这个落来我有甲恁讲啥？这支大量有无？8月30号这支大量，回来测你爱买，唔是去买哦，唔是买哦，是爱买哦。你这个加码的有搁赚无？有搁赚无？今天已经买56安尼。已经要50了，这个网红你看是没有，搁要死声。千金难买早知道嘛，黄金我有没有先让你知道？网红简直上市，虽然前两天咱无法当买，咱第三天会当买，咱甲买落去。你看即马，一路我逐天甲恁讲这个网红，所以做股票。唔是迄事后论，做侪老师，逐天股票拢涨停板，不同股票涨停板，逐天去捉个无，要涨停啊，叫会员去捉，隔天落来唔敢讲，隔天去找一支涨停板，讲伊个股票逐天拢涨停板，这股票唔是安尼做，这股票我讲过，你要去仔细的去观察一家公司，你要深入去研究。你要看这家公司它的产业，它未来呢，同志们有，它的机会，如果股价还在谷底，尤其呢景气循环，就像说 Northflash 最近你看到，哇，一路一直起，第三季涨20%呢，洪老师跟您讲无，第四季呢起10%到15%，这个地方会反映在营收，营收呢反映之后股价它就会在反映，你都看到了。网红你甲看较明年，第一季都还缺货，你看今仔四金眼的股票，你看今仔四金眼的股票，中美金各位创新高呢，一支个扭起来了涨停板，这个环球金你看看，伊就是咧反映说，在整个呢。原物料价格的上涨，今天是太阳能真强对吗？金电，这都是进前这波你无做到，这届落来，想过一间机会，想过一间机会，股票我讲过啊。你第一波没赚到，第二波拉回来，你怎么加码？这很重要。
啊，这很重要。洪老师万比四号论，这九月已经突起上号论咯，啊，十月已经突起，你该提出来看，第一季是万红呢，第一季是万红，佮赶紧上一盖。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第一波没做到，第二波拉回，你要好好掌握。哦，啊，你万红买第几看，佮创新高，佮创新高。啊，所以我讲哦，探紧，你一定要懂得一家公司它的未来的前景。好、哦，唔是安尼，对，大概的事后论，涨时收涨，啊，跌时收跌。哦，你看到前段时间都要崩盘，现在盘涨上去，哦，这个地方做多。哦，那个投机，哦，投机老师最惯用的方式。哦啊，接下来哪一些个股？哦，我这一次讲过的，选股的方向的是题材。阿联酋 Long Flash 这哦持续的涨价，缺货，细晶圆这东西题材，你看让它反映这哦啊，你看台积电来救起，鸿海搁救起来，哦大力光救起来，哦今天粉丝团讲啊足清楚啊，瓶盖股来救起来，咱这指数搁创搁继续创高，哦啊台积电各位你看到，哦啊这真正是大牛，哦大牛翻身，哈哈。一路一直起袂停，哦啊，台积电起来当然会带动嘛，哦爱带动啊，遮个所在吼，你就是要找股票，哦，进来做，因为第四季吼资金行情，你一定爱做着。去年敢那一支长华科、台盛科四个月互你赚两倍，啊，这个都是你们验证的，不是我，家己而且事后论。啊，阮老师的股票我嘛是甲恁讲，逐天啊在。你看，孤孤单单嘛，毋是咧做一工两工啊。最近足侪人，我爱冲来冲去，啊，冲到尾啊，你有赚无？反正你是咧帮营业员打工啦。你安尼冲来冲去有赚无？相重要嘛。如果没有赚钱，那你干嘛这么辛苦？你今仔网红42块买，今仔56块，一支赚14块，你买十支14万呢？十支到偌济钱？42万啊，赚16万，啊，你搁咧嫌对无？啊，到月到即卖是偌久？一个半月，一个半月嘛。啊，那九月份你甲看，六天落400点，我嘛互你闪过。你甲我做金店，你甲我做合金万红的人，你看无代无志。吼、哦，啊，上有二的同志，吼、哦，啊，虽然吼早起有动啊，但是你啊看，即拢啊伫咱成本咯。啊，今仔日伊就毋过落啊，啊，即下骹才能支撑嘛。哦，啊，这做这股票的底部一直垫高了后吼，啊，这啊要冲出去，啊，你们是搁来不及啊！啊，所以咱做股票唔忙安尼啦，较有耐心的啦。啊，你对洪老师的脚步，哦，啊，我拢有去坐坐嘛，我袂讲这个所在啊，乌白带恁去买股票，阿萨不如的股票。哦，啊，你看最近我嘛甲恁讲过，哦，那即马有新的一个题材。好，你像 USB 3.2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一支你看营收搁创高，虽然讲一创高压回来，啊，但是我嘛是讲唔免搁抬价，这量拢缩去啊嘛，这量拢缩去，啊，这转来就是底部的所在嘛，啊，这做股票你唔免招啊，对不？啊，你下骹买，啊，这个所在起哩，哦，啊，又转过来甲加码一下，哦，啊，咱看是看长期，哦，有机会股票，哦，咱唔免讲吼。短视经历啦，哦啊，我嘛希望讲，投资朋友在这个所在，在年底这一波，我跟你讲，资金有行情啊，什么股票这个地方，好、哦，你一定要趁拉回来嘛。啊你，我当高买底部，但是至少有等下成本，你嘛较减一寡，对不？哦啊，你若讲这个所在，你要对着卡波的，哦啊，你就敲电话，哦，跟我来做联络嘛。哦啊，你讲要先了解洪老师，哦啊，你参加咱的粉丝团，哦啊，所以我讲，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。哦，啊你洪老师，我准备好，哦，啊恁有准备无？若无准备，咱这个所在，哦，真正爱对着脚步。年底这一波，哦，如果像去年一样，哇，啊这个吼，咱过过一个好年，赚一个大红包，哦，所以这个所在，同志们哦，唔通做空，做空哦，袂让你赚钱，一直甲你讲这個，哦，因为你看这个盘，这个是底部一直垫高。啊，板点吼已经吼霸进来嘞，吼百日万点嘞，投资朋友不简单吼、哦，所以机会拉我什么？有准备啊，我准备好，
投资朋友，你嘛是赶快准备要好哦，咱年底这波，咱一定要赚落落去。我明天同学再会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